中年头晕眼花半夜醒，根在肝阴虚，一个中成药，让你肝好命更长。其实，像很多中年人容易出现的头晕、耳鸣、半夜醒、眼睛昏花、看不清等问题，大多都是肝阴虚引起的，用一个中成药就能调理。毕竟，肝开窍于目，肝经循行到我们的头顶。当肝阴虚不能滋养头目的时候，就容易出现头晕、耳鸣、眼睛干涩、看不清东西的情况。另外，我们说肝经当令的时候，就在半夜1点到3点。那如果肝阴虚了，半夜睡着就容易醒。另外，中医认为肝肾同源，肝阴虚往往也会引起肾阴虚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生活中大部分还会伴随着一些腰酸、腿软、口干、口渴等情况。不过这些都可以参考杞菊地黄丸来调理。这个中成药就是滋补肝肾阴经的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中成药虽然可以调理头晕、眼干、眼花以及半夜醒的问题，但我们必须得保证自己属于肝肾阴虚。这种人舌头伸出来一般都是舌红少苔，并且苔头长，舌尖像个三角形一样，舌根处可能有凹陷或者轻微裂纹。平时除了刚才提到的症状外，还容易出现身侧发热、灼痛、身上阵阵潮热、口干、口渴等症状。但如果你舌头伸出来后，虽然也红，也是三角舌，但舌苔黄腻或者是舌色不红，像下面这两种舌象，这种可能就要考虑属于肝经湿热或者是肝血不足。虽然也容易出现头晕、眼睛干涩、眼花、半夜醒等症状，但就不能参考杞菊地黄丸了，因为不对症，用了效果也不好。总之，虽然杞菊地黄丸能同时调理头晕、眼花、半夜醒的问题，但主要针对的是肝肾阴虚型。如果你不属于这个情况，那即使出现头晕的症状，也不建议参考这个中成药。所以建议大家身体不适，拿不准自身情况时，最好线下到附近专业医疗机构就诊，不要盲目用药，小心药不对症。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